我哋相信咧，就山竹未到之前咧，大部分時間咧都會係即係有陽光啊，非常炎熱啦，咁亦都係有煙霞嘅。十号飓风信号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。下昼两点钟，狂台风山竹集结喺香港西南偏南大约系100公里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大约30公里，而向珠江口以西沿岸。山竹嘅环流广阔，具破坏性嘅暴风正系影响本港。山竹嘅强雨带正影响香港，带嚟频密嘅狂风同大雨。预计十号飓风信号会喺下昼维持。